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欢子。今天去前女友的闺蜜家吃饭。走啊，走啊。真漂亮啊，他们这里都是土豪啊。哇，他们家有一栋大别墅啊，直接开他院子去睡了。他们下来，他们今天晚上有骨头吃了，他们家肯定有很多骨头，也没有买什么好吃的过来。哎，还有你提，我帮你提一个来。没事，坐我们。中，哇，哪个是你家？这一排都是。那啊，太好了，前面那栋。那一栋啊？你还有弟弟和还有哥哥吗？一个姐姐，两个弟弟。哦。打开我吗？嗯。不好意思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都很好意思。走，曹薇，快点，跑起来！到家了，我刚刚还走错路了。你走那边路口去了。对。看到你的车子怎么样？我就看你走错路。哇，这么大地方，那怎么住得满？家里人口比较多。爷爷奶奶在家吗？爸爸妈妈？后面摘橘子。摘橘子去了。走啊，摘橘子去。爷爷好，嗯，爷爷，对，是爷爷，去摘橘子吗？带你去摘橘子吧。走吗？走吗？这橘子园，今年都好久没下雨了，四个月，那个鹅长得有那么大嘞。想吃吗？想吃。我们明天杀一只吃。真的假的？这个鹅肉肯定好吃，它头上有个黑色的毛哎，奶奶。奶奶在干活，他们这好像是从哪里抽过来的水，在淋水跟青菜，那里好多甘蔗。这里没加小黑，小黑，小黑看到我们家常威了，能不能两个不要打架啊？我下去，你还离我近啊？桃花都开了，常威一个桃，这个是爷爷奶奶种的。好不好吃？身上好甜。我尝一下。我感觉还是蛮甜的。你可能觉得酸，我觉得哇，好好吃，很新鲜。刚摘的能不新鲜吗？对，很新鲜，非常的新鲜。你相机能不能帮我拍几张照片？可以啊，但是我拍照技术很差。没事，不嫌弃的。你感觉牙有点痛，你会怎么样？手会怎么弄？来一个鸭子，牙痛，捂着牙。吃了不出来，我都打了。哇！你感觉腰痛？腰痛？是右边腰，右边腰。你转转个身，转个身。对，你感觉右边腰痛。好，稍微看我这边的一点。奶奶。好，给奶奶拍个照。奶奶好年轻啊。好年轻，70岁的。啊，70岁这么年轻。同时。给奶奶一起拍。好，来撩个头发。
奶奶炒了一个腊鱼给我吃。哇，这个叫什么？素是个东坡绿菜呀，扣肉。奶奶不用炒那么多菜了，啊，炒太多了。你会炒菜？他会煮啊。家里带了一点糯米酒来，放了五年了，它变黑了。最开始是有点黄的，放久了就黑了。这个秋秋，这个还有包就出来了。这个酒好不好喝？好喝，好喝。不喝点酒，不知道怎么聊天。这喝第几杯啊？第二杯。